啊，它的一般标志不合格，它标志上还标示了一些不实的，例如说保护眼睛或抗蓝光啊这些，可是它完全没办法提出它的数据，没办法提出它医学上的一个专业的一种数据来。以后哈、啊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标示在上面的话，他们就视为是一个标示不实。